杰拉是真还行，现在韩服已经有很多杰拉了。杰拉真行，杰拉真可以，踢到了呀！我感觉很适合比赛。没有 W 吗？炸弹又刮到了，约了呀！这么简单吗？膨胀大面具也都加血，对啊，那很怕，很肉的伤害也很高。哎，怎么草外蹲啊？拉回来，哎，进去了呀，被关进去了，能拖住好像。但是怎么说？外面能和里面聊聊天，马上出来了，压起身没压好，哇，还行，大招击飞，还是飞起来了，击飞就有局。哎，掏一下鸟，就是铁男。魂的那里放一个大招压起身、啊、对大招那个是最稳的、啊、就这么死了哎有点太简单了啊来了两边辅助都是五级哎呦 Q 到直接踩、哎、怎么说接亚洲捆绑死了啊卡米尔确实没什么办法死了就来拿不了了，这冲还要打吗？还想打？复活很快，死得早。哇，早死早复活，怎么说？要过来逮，大招没有控制抵消，佛佛上来想先留，哇、哦，有威味了。再接大，但是双方打得很勉强。这哪有伤害呀、啊？还有颗石子扔出来，怎么说？这熏连闪都没交，熏一炮，哇，没挡到。他不仅没挡到，他还帮那个威沃的吃了。老波，你不会再想一些很邪恶的事吧？这个版本还能被野怪杀的人，应该是有点难做到的。对，等威沃的在叫，他听得有点烦了，然后他就意思一下。说没闪的杰西、啊、大招，哎、啊、呀 ，Q 到了 ，Q 到就杀，那还是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小炮没刷跳，小炮没刷跳，不对，这不对。哎，大招轰回去吗？完了呀，炸了！哎呦，佛佛好走位 ，Q 哇 ，Q 闪直接杀了，哇这！哎，又要过来逮，就想逮，哎，感觉像玩具，有点简单，感觉 LP 不能玩炸弹了，感觉还有的打，阵容真不差。对他们阵容是还可以的，他们现在有的打就是阵容好，就看望了，就看望了。哎、绑住这控制抵消拉走了，怎么说？威沃的生气顶在墙上，那就卡里斯塔有大招的。哦，下路又打起来，风风有大，哇，单直接单吃风风的小炮，风哥，我去啊！风风是真猛啊，确实猛，这赛季他应该是这赛季。就现阶段打最好的状态，是吗？这么高评价，他真的猛啊 ！KDA 第一名，哎，不到怎么说？接绑没绑住，感觉万有点开始了，就有点。哇，欧文是真能装啊！万一真有点开始了，他上路那波 AD 把他救了，这里下来又送了。哇，他给你来个第一视角！哇，闪现，好果断的闪，多个闪。这样确实好。嘴巴在狂动，怎么能踢上去的呀？不知道，踢上去是最夸张的，其他都还好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找捏捏，杀掉了，那他也要死。换了，换了的话还行。这样玩，这样玩卡里斯塔是真肥啊，十二级。但是炸弹人没钱了呀，值得这样玩吗？直接冲吗？哦哇！就直接冲，就 AD 都没大，就直接冲。开 RA 了，兄弟。但是小的也挺贵的。那天那个1700还1800了。1700。1700还1600。好、啊、降价了。之前是1800、啊、降价忘了降多少。哎，好像直接没了。有女料怎么用呢？但是熏也死了，那这样还好啊。哦没闪。哟，风风看到铁男来了，直接走。但是 Elk 输出好高啊！打到这个时候，装备太好了。对，等级又高，装备又好，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，全体变僵尸，全体练那对，感觉想出来这个就有点 BT 了。我拿完之后五个僵尸怎么打？这个、他真不怕死，兄弟。我感觉是最屌的。打完跟十个人的打，对，你五个打别人绝对是最屌的龙魂那个。
哎，但是感觉世界赛之前应该、哎、又踢上去了，我来了，直接捆鸟要被鸟横直接死了，然后再收回来，怎么说再往前撞，要后悔吗？炸弹人打招、啊、在往哪儿？炸弹人站的、啊、哥们儿 ，Q 阿全空 LP， 不是真别玩这英雄了，炸个塔呗，炸个塔还可以，有作用，炸的第一个塔。接着飞过来，哎、没戏的，往上跳嘛，风风，这波风险有点高，赶紧跳回来，哎、大招，好，还行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，没过的，哇，没闪，这两个射手伤害太高了呀，铁蛋来了，完蛋 ，Q 闪，左欧文又进场啦，有戏，左位置，还上场啦，怎么说 ？W E 想直接干大龙，但是中路这波线没接完。就给风龙魂啊，就在大龙中间对啊，给风龙魂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中路这波线没接完是伏笔啊，这波线没接完，我拉了个谁？拉的是扎尤恩，哎 ，Mark 的位置开啊，开火男，着了，哎，风风被欧印了，有后续吗 ？LP 被关注，开个中亚先躲一下，哎、但是没伤害了 ，WE 只有小炮有伤害啊，哎、为什么火男这脸上没疤？不知道，刚才梳理一下是这样的。第一时间蝎子拉到了之后，铁男把蝎子关了，所以火男出来了。嗯，对啊，就是火男在外面、啊，对，就没被绑的，是蝎子进去跟铁男单挑了。然后那个时候火男是在 WE 人的脸上的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管那个火男，然后全去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然后波波被火男秒了，越过那个火男。对，我装备挺好的，哎，受不了了，要 run 了。真顶不住了，没路走了，只能 all in 了。但是你 run 的话 ，run 不掉啊。杰拉这波还不能交大，马克在外面卡着。马克看一下火男可以 run 掉。马克 run 掉 ，run 掉 ，run 掉，可以 run 掉。run 了，卖了，卖了，走，就卖。横被关无所谓，赶紧死。死。对，死早死早复活。哎，马克 ，OK， 救一下风风没问题。好两个。这个时候就得早点死，就是你早死，你就能早复活，你早复活就能早出来。马克怎么说也早点死呗，别拖时间了，你拖的是自己时间啊。拿条大龙经济打回来一。嗯，就那种就跟你玩 PUBG， 你反正也没人救你，你被别人杀了，你倒的时候就直接往他脸上走，激怒他，赶紧早点死。激怒他？不是，那肯定要躲着呀。不是你玩 PUBG， 你倒了你不躲？我闷。牛逼。给你等队友来救你，这救兵！哇塞，他看到火男了，老马开的还行，风风一直在输出，风风招闪，风风只要不死，这团就能赢了。对，我说闪现一空，打个闪，风要立功，这波，这两个英雄绝对不能单放，要放就一边赢。对，哎，顶到墙上，小炮直接做大烧脸，关的是谁？关的风风啊？是后悔吗？是为什么关的风风啊？应该点错了。那人太多了，没办法，那只能死了呀。那死了呀，欧文也两枪被点死。老马好死不掉。哎呦，老马还有黄蜂喷血，真翻了，疯疯。我去，这把打完 MVP 只有这一个人。FO，FO。别说 MVP 的，他妈教练下来得亲他一口。对，打烧嘴要乱亲。真的。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。一波了，哇，全是重火力，怎么说？杀一只 AD 死了就一波了 ，Elk 两下就会被点死。怎么说 ？Knight 也要两下被点死，这小炮太夸张了。这就是小炮，哇，这就是，这就是风风，这就是风风，就这样赢了。现场直接高潮了，我操，听见没？好像是在西安那当地对主场，这无敌了呀，这哇，这种主场观众突然看到自己主场队伍把就莫名其妙干了一局，对啊，好爽啊，莫名其妙赢的，偷个大龙，然后直接打一波。说实话 ，BDG 还是太装了，真的太装了，用什么卡米尔辅助，然后单放小炮，拿那种什么杰斯打，说实话，真的全是劣势啊。他们就这样的，他们之前选那个四射手都能赢，太装了，而且。说实话，狂妄这个装备打比赛应该是出不了的，好笑，应该是出不了的。我之前看他们还有谁出狂妄来着，忘记了，没几个人出过吧。德莱文，反正是德莱文出的，出完就记，出完立马后悔。别说比赛，海瑞都没有人出的装备，确实。